大家好，今天呢跟我们飞狗，跟我们飞狗飞总，再来看一下这个飞狗的超级农庄，农家乐，吃喝，哟，差点说吃喝那个啥，吃喝玩乐，跟飞狗混久了，差点说话都要病发了。给大家从头看一下现在的规划。有两亩呢，两亩。南边呢？中央哪里？现在冒了到游泳池，三中区了，东区。那里游泳池也可以过，小哥姐姐，中超没了。嗯，等一下，吃东西去了。水不会弄个几滴呢？冲几滴？你往下冲饱没？没有事的，人家上船来煮饭了嘛。这一个我还没来几台，这一个大门的话，这一个我有玩的，儿童有玩的，儿童的。男孩高门主播上面，男孩有朋友一毛钱，上面的高门主。这块主播是高的？没高哦，我江桥温度高哦。水也多摆点。没多，我真的玩，我空起来的话没有事的呢。叫人来修，这是修两年。哎，明天我看到竹子还围起来，一个一个的围起来的啊。城中区、儿童区，那里没有个两亩地，没得他们搞嘛？那两亩喂个。两亩到那边喂到哪？对，到那边喂哪？上面。从这个，上面那没地啊，上面那给他种啥？大家看的话，我从那有个门口的那里，门区。游泳池呢？要跟进去。跟进去上面啊，还在上面吗？跟进去有什么方便？啊，没等我拿几台下块地来走跟进去的嘛。是跑到那吗？没到上面呢。到哪里烧烤摊去跑啊？烧烤摊也没到那跑啊。就是挨。挨。放水那放车到那海，到那海。但你得抢脚个。这我没关系嘞，水跑的话，到时候我一水完了，我接水我一冲那个的，明天我整盆嘛。反正该有的一些搞有了嘛，对吧？儿童游玩的，第一条过去，那上面安全那一直搞过月，第一片第辽南去到博阳过月，博阳过烧烤区，儿童区，一起杀大头鹅，啊，那边搞个游戏场，游戏场没得的话，游戏场我想放落去。这个前面都是空地的话，可以搞屁股板弄的红薯窑人家啊，看完归了气的，反正没气。他气有没到？那天我气搞到。哈哈哈！笑你们来搞。那天我这边气还气到，一烧了没过两分钟的火烧到。一杯明天我要拿中华海，中了一杯。一杯你弄过来。啊，一杯半熟的嘛，你想拿？我想搞成那种，咱不行了。是啊。你看我，我想没得到这舞台，想等你啊。跑水。我移动式的跑水管嘛是啊。你太扯开了嘛。啊？搞了难。没等我在挪主播那搞的。挖一瓶主播搞，再挖一瓶主播搞。你游泳池两万多方的。这个这样啊，从上面我看你搞的。一边是成人区，一边儿童区啊。我不水管出来，我跟他通通转布，到时候我就喷花洒，喷出去，喷那个。这边是啊，那边是成人区嘛，怎么分？然后舞台就在那边，舞台放那边哈。两万多。我舞台放几开啊？我的时间放在几开？你房间在水跑？大高，你起码喷在上面嘛，喷在上面录吧，舞台。打桩打高。哦，你打我打桩打这下的话，没跑到嘞。没跑到的，这个再出来，再出来的话呢，再出来之后呢，是一个烧烤台，就像我们的铁锅烧烤台在前面。你那就是一个独立包嘛？啊，独立包，就像一起烧烤呢，那等于烧烤也可以唱歌，可以打那麻将，可以喝的茶，搞到茶几那个样子。团队来包场。啊，对呀，我的到时候呢，我的这东西可以有包厢包间呢。你一起这东西烧烤，但是我烧，你烧这烧烤呢，就是得到红薯窑窑鸡。
只看你一块大腰机，一块烧烤，一块唱歌，那就是独立的。啊，嗯，包厢三台，在公摊，在我们三台。舞台就是走去打面过去的，面打面过去。走几看好啊？你走去打面过，哪边你走去从远的地方拍过来都好看啊。对呀、啊。我的意思讲，你打开那，你往那，你北朝那边，你北在那个地方。没人啊，石没通啊。你中间没通的。右边白电脑。嗯。喂，和前面只有这两面，南面和前面，你南面你上面那当当人，你只有这面。上面也看得到。那你还有上面的啊？嗯，搞上面的，其实我讲懂的意思。那你没看你也搞着个，没搞着个没得没得办，对没？你有是轰趴跟 DJ 一起的啊？那一起的话呢，那舞台都放在了，泳池就爱了。啊，泳池在的话，明天一收啊，其他的直接种就两毛钱。你放了几个儿童区也好，成人区也好，也可以用。我重点看中这一块，大家谈那一块其实是建议的，那块搞起来也好能好稳妥。搞哦，儿童游乐场，你夜晚必须要搞了不？儿童游乐场村子都是拿得到。我如果烧烤的话，我只能是临时用的啊。毕竟现在你白天话在玩的是吗？嗯。我夜晚我几点我摆桌子我就我得了，摆完桌子也等于收场，我几点搞了，白天我整理也是又可以那个了。我的沙子的啊，沙子非常的巧，那不是咯，偷了嘞。嗯，我讲我耍得打架，我两个耍得打架。你想啊，他那很多的，我们打一奶白搞。不是打没打，这固定挨更多。你这最近打的更挨更多。上面没用头玩打谁呀？上面那边头玩打谁呀？我搞十个十几的，哎，怎么？你要水球我再加。我说你怎么打坏的意思？我都算最低来走的，我冇你算最高的。就搞起起来的话，我本身我还能起啊，就那东西拽的人啊。行。到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搞吧。好了，拜拜。